前天下午的3点20多分，然后当时他是去，因为这个感冒嘛，感冒，然后带有一点低烧，那个村里面的这个卫生室，然后再开了3瓶点滴，点滴药水一挂上之后，然后他就跑到比赛那里看打牌，然后他那个他是3合1，他的卫生室加上这个副食品店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棋牌，他的注射室、接诊室都是在一起的。他的那些药呢，是跟这个副食品全部都摆放在一起的。我说他所开设的这个村卫生室是否具备这个开设的资质、资格？我家里来打针，我给他打了针以后，大概不到10多分钟，又一个小孩来打针。我给小孩打针的时候，问过他的情况，他的位置跟那个患者的位置不到2米远。卫生室像这种又开这种副食店，又开棋牌室，他们这种是合规的吗？像现在这种？那你回去就是找政府部门回复吧，我不能回复你这个东西。他就是跟那个副食店还有那个棋牌室是开在一起的，他这种情况，能这样子开吗？不行不行，医务人员就是行医的时候能去看他人打牌吗？这肯定不行的，他们现在正在那个这个调解啊，我们会安排人去调查的。